排黑色素的嘛，甚至排那些可食用色素、油烟、肮脏灰尘这些。那我今天用这个哈，大家不要去看它了，这个只是黄药水而已啦。因为为什么？我想跟大家讲的是，因为黄药水呢，它本身是黄药水，它本身就是我们受伤了之后，你可以擦在你的受伤的地方嘛，流血的地方。那我想说的是，因为它擦下去了之后，甚至它包括它粘在你的手上啊，滴在桌子上啊，掉在地上啊，它都是很难清洗的。那对，所以我们只是用它来做一个示范，看说我们的爱多美的它那个排毒跟排那些黑色素的功效有多好。所以我们只是拿这个做个示范而已，它并没有什么功效的哈。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哈，倒一点进去。然后呢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哈。然后呢，我再跟大家这边，我们会用这个维 C 来做示范。我今天就不给大家放，因为是公共平台嘛，所以我不给大家放什么牌子。大家大概知道这个是在新加坡蛮出名的一个牌子，然后几乎每个人都在服用，它是维他命 C 来的，然后它是维他命 C 的泡腾片，我跟大家看一下哈，它是压缩过后的泡腾片来的。那这个我等一下给大家示范了之后才告诉你，让你知道这个为什么我们会拿这个来做一个对比啊。然后这个我们不需要太多，我们只需要一点点爱多美的，也是，然后爱多美的维他命 C 好，也是一点点。爱多美的维他命 C 呢，里面有七种有色的蔬菜跟水果，对我们人体非常好。而且你大家刚看到这个是属于压缩成型的一个片状的，然后是泡腾片。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一杯水哈，看到吗？里面起了好多泡泡，它一直在散发它的泡泡。然后呢，爱多美的话是纯粉状的，给大家看一下，不要看到这一行，放一张，给大家看一下。爱多美呢就是这样的，看到吗？非常细腻的粉末状，它是非常细腻的一个粉末状。然后我只用这个哈，我只需要用这个拿一点点出来就好了。大家看到哈，一点点见证奇迹的时刻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我才放了一点点。可是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？这个上面呢，全部都是泡泡。